乾隆皇帝啦，啊，那就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是啦。那林小姐哈、啊、是怎样？吃什么东西都很好吃，啊，而且很有层次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我想应该没有差很远啦，哎、你不太会挑嘴嘛。啊，这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燕窝，燕窝哈、啊，这一盒可以煮80碗，它的价钱是从20000到6万，啊，那至于说怎么去发出现，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产地啊，这个差别。然后呢，因为老板不在哈、啊，所以我不太好意思，我跟大家报告，这三个都是黄芪。嗯，老板肯请我们吃这黄芪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免疫力，可以提升免疫力的。还有他这边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木耳，有机的。这个木耳是很贵的，知道吗？没什么良心的价钱。老板会回答是怎么回答？你记得吗？我讲完这句话，老板通常会怎么回答？良心一斤值多少？不是。他们这些销售都买这个去送人，买这个送人。他老板，高义啊，不过这是真话，因为我有一次买这个，你知道哈，我觉得不错了，我就去买送人家。那所以他老板就记得，我每一次就给他讲哈，我说这个是算很贵，价钱蛮不合理。他老板就马上接下那一句话说，叶老师呢都买这个去送给朋友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我们这一代，哎、欸，第几代？第五代嘛，哈，第五代哈，林又找，喂、欸，林又找哥哥的第五代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每一代都很优秀的。喂，快点快点过来！我跟你讲，没有跟你们介绍这个，我都很难过。你只要一进。